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上期分享的 Fawn Island 还没有令你心动，那么本期分享的同样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Fawn Island 或许可以满足你的私人岛屿梦想。Fawn Island 隐藏在马斯科卡斯三大湖泊之一的约瑟夫湖中央，从旁边的一个私人码头乘船只需五分钟便可到达该岛。在岛上可以欣赏约瑟夫湖360度的景色，包括灿烂的早晨日出和无与伦比的傍晚日落。整个岛屿不受盛行风的影响，地势平缓，有深水和浅水区，且配有沙子，孩子们可以安全地玩耍。Fawn Island 占地 2.5 英亩，岛上的五座建筑都保持得很完美。这里一共有九间卧室和八间浴室。岛上的第一座小屋是当地古老的马斯科卡风格，但同时又很现代。厨房配有精致的花岗岩饰面，顶级电器和步入式冰箱。小屋拥有一个宽敞的日光房和一个开放式的大房间，里面有大教堂天花板、干邑色的栗色地板和落地窗。宽敞的座位前是庄严的干铺花岗岩壁炉，这里非常适合娱乐和举办大型家庭聚会。玻璃屋坐落在高耸的常青树的两侧，距离海岸仅几步之遥，拥有裸露的砖和木材。这里有开放式厨房、通风的起居室和餐厅、石壁炉和一个私人石头露台，它结合了老马斯科卡的平静和现代设计的开放性。在这里，你感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别墅的主楼层几乎完全由玻璃包裹，真正利用了周围的风景，包括广阔的南向景观。独木舟小屋是岛上第三座带生活住宿的建筑，它曾经是一个干船屋，坐落在水边，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松树。温暖的独木舟屋在主楼层有一个大客厅，二楼还有一个宽敞的卧室和套间浴室。岛上还有两个船库，东船屋由该物业的现任业主定制设计建成，有四个宽敞的船坞，且不受盛行风的影响。西船屋则坐落在岛屿的西北角，又增加了两个滑梯以及一个毗邻湖泊的广阔覆盖甲板。这个二划船屋包含更多宽敞的私人客房，可供客人使用。此外，位于 Fawn Island 以南的 Birch Islet 也包括在其所有权中。 Fawn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首次在公开市场上出售。该岛目前售价为3250万加币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